择伍的那个选前之夜，因为大家好像都在选前之夜。林教授在什么？希望之夜是不是？那胡志强在干嘛？你们有人知道胡志强今晚在干嘛？是啊，哦，在实现之夜吗？好，不管了哦，就是我们有没有第一次来择伍的？有哎，你们也是，你们已经来过，以前就有来过吗？那只有一个人第一次来择伍，那我们就不要告诉你择伍的由来。你为什么今天会来？啊？你为什么今天会来？好，那你以前知道择伍吗？知道。知道，那你都没有来过，今天第一次来，对不对？好，那你下次来的时候，大概就可以听到择伍的为什么会有择伍。那我们今天就不告诉你。那我们可以讲一下说台中的择伍季，那从今年的1月16号还是18号我忘记了，我们从1月的时候开始来进行整个择伍新竹在台中这样的运作哦。那择伍季在今年一直到现在，那谈了非常多的不同的社会的议题。那择伍有别于台北或者是说高雄，甚至是因为其实很多地方都有择伍，台南然后花莲还有台大、辅大，其实蛮纽约、波士顿都有择伍，都有人办过。那台中其实很特别哦，台中很特别的地方在于说，它谈了非常多的在地的议题。如果有长期在关心择伍的话，你看台北的议题跟台中的议题会有非常不一样的，可能会有非常不一样的那个感受跟氛围哦。那择伍它就是一个可以这么开放性的。开放性的公共论坛，那我们每个礼拜就会挑选不一样的议题，在这个地方让所有的市民，如果不只是台中市民哦，你如果是南投是彰化，当然你要从台北来也可以。我们有时候会捡到那一种路过的客人，我觉得他可能他说他在台北有听过，可是他想要来台中的时候，突然说，原来台中也有择伍，然后他就来了。好，那今天既然是选前之夜，那。通常这种候选人啊，政党的选前之夜，都是一群，就是政治人物嘛，或者是非常有力的这些所谓的社会有力人士，然后他们上台，讲的跟真的一样，啊，或者是候选人一定会在最后压轴的时候，然后讲了开了非常多的支票啊，或者是把他的愿景好好的这样说得非常的漂亮，那择伍一定不一样哦，择伍哪里不一样？因为如果之前有来参与过的，就知道说择伍它是一个以群众为主体的一个论坛。什么叫以群众为主体？就是各位才是择伍的灵魂，各位才是所有来参与的这些市民才是择伍的灵魂，而不是主讲人。主讲人虽然我们每一周都会有不同议题、不同的主讲人，可是我们希望在择伍这个地方，不会是主讲人说的对，而是经过一个讨论，而是经过一个讨论。所以我们每个礼拜都会进行一件事情，叫做自我介绍。你知道吗？不知道啊？那等一下要从你开始。因为其他人都知道啊。为什么要自我介绍？因为希望说，刚刚讲的是以群众为主体，每一个人的想法跟他的想要说的、想要表达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每个礼拜都会有自我介绍。虽然我们平常说只有十秒钟，可是今天人比较少，我们可以。你有那个一分钟的时间，就一分钟的时间。那你可以讲一下，你叫什么名字，然后在是台中人或者不是台中人，那现在是什么身份？那为什么会对今天这个议题有兴趣，或是为什么会想要来择伍？好，那要开始吗？那我们再拖一下时间好了，让你准备一下嘛，好，让你准备一下，我再讲两句，让你准备一下啊。没有没有，站起来，你可以坐着讲也可以哈。你看择伍季它是一个没有盈利的单位哈。我们也不算是一个组织，我们只是一群人，然后每个礼拜五晚上都聚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平常要怎么把这些事情完成呢？例如说，设计这个海报啊，还有说，在粉丝页上面你会看到文案，每个礼拜都会有文案嘛。那都是我们的志工，每个礼拜花了自己的。工作之余还有课余的时间去完成的，所以我们也非常欢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参加久了，你就可以来参加，当我们的志工，如果你觉得好像还蛮好玩的，
这也还蛮好玩的。可是泽武没有盈利，所以他怎么运作啊？那也就是刚刚讲靠的资工，所以我们还是会一个小小的这个益助箱，如果大家有零钱啊，或者是100块、1000块，你要投进去，我们都不会反对、啊，我们都不会反对，只要你想要可以益助我们，让我们的可以在整个活动上运行的更顺利的话，我们都非常欢迎大家来帮我们资助一下。哎，这个书是要可以义卖，对不对 ？Mr. Yang， 对，这个买来的正品是可以卖的嘛，对不对？想买回来。哦，对对对。哦，上礼拜的植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哦？这一本就是上礼拜的作者有来跟我们谈这一本买来的正券。那在今天晚上，其实这可能是一件蛮有趣的事情，因为我们上礼拜特意去安排了，把别的场次排开来谈这一件哦。谈这一本书买来的证券，所以这一本是他作者留给我们来做义卖，一本是200块，他原价是250。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买回去，然后把钱放在这个益助箱里面就可以了。那今天晚上来对这本书回去看了，你明天大概就知道怎么投票了。如果你还心有彷徨的话，或者是这没有投票权的没关系，不管你4年后或8年后，你看完这一本书，你就知道要怎么投票了。好，那我们就，你想好了没啊？好，想好了，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姚尚文。不要乱讲话，我们有网络直播。没有网络直播。好，我是姚尚文，然后现在读高二，在那个中科职中。你们呢？你们知道在哪里吗？中科职中，在大雅很远的学校，新学校，就是中科实验中学，啊，不在新学校，然后今天会来这个是泽武，是因为我觉得那个是你给我的那个团队来，然后觉得想看他们的想法，还有这个三生面目是不是？对对对。你那个是香，你是香敏吗？这个衣服是香敏的外套。对啊。所以你是婉君吗？不是，你是婉君。其实我一直看到婉君，婉君想我什么是婉君？哦，原来是婉君。好，那你传给下一位吧。不是现在不是有广告什么要接棒吗？对不对？就是这个概念。不用啊，你想要站起来就可以站起来。如果你觉得拿到麦克风，你本身你要跪着讲，没有，我们不会玩。对。我叫吴晨蕙，然后我是新大学法律服务生。法律服务生，法律服务生在干嘛？法律服务生。有在就是做冤案这样，然后我做冤案。我们在制造冤案啊！就是我们有在帮忙救援一些案子，然后我是就是有接触一个案子，是后丰大桥的最小案，然后这个案子是就是我可以介绍吗？可以啊，可以，因为你们是给人一个人10秒钟，你们是给人家小40秒。好，反正这个案子就是没有任何的科学证据，然后只凭证人。的证词，然后还有法医。麦克风拿轻一点，因为网络收不到。就是法医的违反他法医师专业的陈述，然后法院就判，那就是被告有罪，然后这是一个杀人案件，然后我们现在就在帮忙救援，然后我们也很需要大家一起来救援。对，然后我今天要来的原因是，第一个原因是我们来谈那个。就是郑庆哲夜市人生台中场的跟泽武的共同主办，然后第二个原因是我在网络上看到市长给问嘛那个网站，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我们可以直接感觉是用一个网络平台去直接对跟一个政治人物感觉很远的人去直接做一个连接，那我不知道我们还可以。做什么行动来再更直接一点？就是因为我还没20岁嘛，我也不能投票。那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行动，所以今天来听听。谢谢。占领立法院。我叫林乔文，然后也是进立法院12年级的。对，然后对今天来就是。他刚刚讲就是谈那个郑信哲夜市人生台中场的共同主办嘛，就是我今天会来是觉得，民主这种东西，就算我也没有投票权，然后就算有没有投票权。
起来关注和大家一起来努力的这样。那你们那个正信者夜市人生在什么时候？在12月20号。地点还没确定。对。大家知道正信者是谁吗？知道。没有想不到，现在有人知道，不知道的回去自己 Google 好不好？ Google 正信者。对对对，因为我们摄影机，你要让他看到我们的。大家好，我是静宜大学法律系的学生，然后我是柯静宜，然后他是静宜读静宜，对，超烦。我也是静宜大学法律系的学生，就我们法服社虽然说我们做冤案，然后也做正信的夜市人生，但是我们也做公民宪政会议。那我想要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公民宪政会议，就是我们学运之后，那时候有兴起说要我们可以有一个草根论坛，就是收集民意，然后来对我们从收集我们大家对一个宪法的想象。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全台湾各地都有在办这个公民宪政会议的草根论坛的活动。那台中场的目前就是12月13号会在我们静宜大学的方一楼会三厅。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外面有一个用那个传单，然后上面都可以扫描 QR code， 或是你们脸书可以搜寻“限制不限制”这几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粉专，然后可以来参考看看这样子。谢谢。好，介绍完了。好，讲到那个宪法哦。讲到宪法，我们一定要赶快来，那个请坐，请坐。哦，讲到宪法，我们一定要工商服务一下，明天有一个非常盛大的活动。哦，哎，你怎么也知道？哎，尤其你是暗中吧？你是暗中吧？怎么那么会那个？讲到宪法，因为宪法我们有提到说，人民有选举创制，哎，选举罢免创制复决是个权利，也是到现在目前为止，我们除了选举以外。罢免创制复决，我们从来都没有实现过，对不对？好，所以明天，好，明天有一群很奇怪的人，他在北中南、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哦，是各地，哦，他们，我们只讲台中好了。台中有一个团队叫全面罢免，然后他们跟岛国前进的台中的志工一起合作，将明天会在台中市的西屯区跟南屯区，还有市民广场的下午，总共有。27个连锁点，在我们大概南瓜的应该有到50-60个投开票所，哎，没有，不止，可能有300个。我们会在那个这些连锁点的外面，学校外面摆摊连锁。当你投完一张选举的票的时候，选择了你心目中的理想人选以外，踏出投开票所，你可以来进行签署一张罢免立委的提议书。还有签一张补正公投法的联署书，让你一次行动，然后多重满足，一个健达出奇袋的概念哦，就是你去做，你出一个门，那你就可以一次一整天完成你四个权利的那个。哎，你好，请坐。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周五每个礼拜最精彩的部分，你们正好赶上。好，那我们希望说明天的话，就是如果。已经有来当志工了，那明天大家就是好好加油当志工。那没有当志工的、哦、你可以来当，不是啊，当维士，不是，可以来好好关注一下。那如果你有父母或者是亲朋好友，你晚上还可以继续的去告诉他们说、哦、明天不只是去投票而已，你还可以找到这些地点。如果你们不知道我们有在哪里有这些连锁点的话，你可以、哦、上网搜寻一下全面罢免或者是岛国前进的粉丝专页。他们都会有哦详细的资料哦，那大家可以帮我们再介绍一下这个 D Day 活动哦，邀请市民哦，邀请台中市民一起来实践一下我们民主的一天呐、啊。那当然不会只是一天而已，我们希望说明天开始是实践民主的第一天哦，实践民主的第一天，那以后我们还可以有一条很长远的学习的路哦。好，下一位，大家好，我是李希，上班族。然后稍微讲一下，我第一次看到那个市长格路啦，就是在看到台北的，然后都觉得这个超棒，我台中有一个就好了。然后跟我们这个发一这个台中的市长格路说，都很高兴去捐的。结果好不容易我一直期待捐一下那个进度可以过，然后之后好不容易过了之后，这个老部将跟我说他不要参加。
那种心情真的是，整个就是哦擦擦的呀，对啊，稍微抱怨一下的。那希望明天我们可以有一个改变，真的，谢谢。我是台中女中高三，就是在读书之余来跟锻炼自己解释一下。我叫蒋婉珍，然后也是读台中女中，然后是一个觉得选举课很吵，可是没投票权的高三。谢谢。好，我们也赞成那个投票年龄应该要下修到十八岁。大家好，我是居宇，然后我现在是上班族。对啊，然后因为其实市长可以问我，从之前就一直在关注。对啊，因为其实我们生活在这个地方，其实我们要更加要去了解说我们现在我们所居住的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对，然后因为其实我有上网去看，因为其实大部分的人其实在问很多问题。对，就比如说像是什么雅典问题啊，然后什么房屋地价问题等等这些，对，因为其实像我们年轻人啊，然后就是我比较关心，就是说就是买房子这一块，对，因为毕竟我们年轻人其实一个月的薪水其实真的，对啊，就是赚这样子而已，可是我们可能不吃不喝，可能都要二三十年可能才买得起一栋房子，对，所以说就是希望，因为其实以后将来未来的生活是要由我们自己去做决定，所以说这是我们年轻人来要做的，对，然后我本身也是，啊，我前面自工，那也是，对，就是刚像刚嘉佑讲的，对啊，就是说，就是宣传一下这样子，对，谢谢。你们现在有那个签到的那个位置正在传阅，然后如果说你之前没有签过的，可以帮我们再写一下，因为我们每个礼拜都会寄每一周的资讯，透过 email 寄给大家。大家好，我叫小白，然后我是一位上班族，然后我在广告业工作，然后就是好像从小到大认识身边的人，就是都蛮不喜欢谈论政治的，就是对政治都很冷漠，然后就觉得啊好严肃，我不想看什么的，像就是我姐姐就是这样子。那其实我蛮关心公共议题，然后也蛮关心政治，因为我觉得什么房价啊，什么薪水啊，都是政治，然后影响到我们。然后希望就是未来台湾每个人民就是也可以，就是变成公民这样子。谢谢。大家好，我叫子瑶。最近这几月从台北回来，那我是台中人。那其实台中，像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区域，中区这边已经没落很久了。那我最近回来还是觉得，还是没有什么差。那政治这个东西是，其实我从蛮早以前那时候就会关心的。那当然这个，可是大家都不太喜欢它，然后好像有一个主因是说好像会伤感情等等，那可是这东西其实要越讨论政治要越明白。那还有像房价的事情的话，我其实还蛮有一套是就是有看蛮多东西，如果刚刚有朋友需要跟我讨论的话，我还蛮有蛮多东西可以跟你一起讨论。好，谢谢。大家好，我是立，我是台中人，然后目前是替代役在八一三那边服务，然后就是今天就是刚好放假，然后放假完我就直接骑车过来听这个。好，谢谢。你是台中人吗？我是台中人。这里有不是台中人的吗？想票进来的不是台中人，给你们这个没有投票权就算了。前面这里，大家好，我叫吴志忠，然后我是台中人，然后就刚好就举一些来应景一下这样子，好，谢谢。
大家好，我是那个苗栗学中学国医生，然后就是我对于一些政治啊社会上一些事情就其实比较关心，就选了一堂课到时事评论，然后就是时事评论的一些户外教学就来这边的学习，谢谢。我是苗栗学中学的高医生，我跟他一样也是选了这堂课，因为我觉得对政治比较有兴趣，还有对社会的事情，所以我才参与。我们学校蛮有趣的，反正那个社会上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就拉出来，然后给小朋友来看一看，有兴趣。他们其实也有小朋友，那个前几天去香港，就是参加战中的那个示威游行，去那边看一下。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火星的，就跟大家都不太一样。我来这边目的就是来看看弯弯人民的生活，这样。好，火星有投票权吗？没有。没有。然后大家好，我是黄伟国啊，我是南投人，但是就是今年刚搬到台中来，但我户籍还没有迁啦。那你要给我们拍一张南投青年。对啊，就是其实因为真的是说太多东西都是从网络上看到提取的资讯，但是我是觉得很多东西都不太真实。那希望今天就是说来这边可以听到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好好了解台中。好，谢谢。那你明天会回南投投票？大家好，我是这两礼拜五的志工，我叫廖家树。我今日这个题目吼，其实我去甲咱两个，我有两个问题，就是讲像最近台中歌剧院，吼伊嘛变我两个演出，叫演出时煞，我知影了后，就内底有几句讲来就收起来。搁一个例，今日讲啊，大家陆军街迄个台湾文学馆，伊嘛是开幕了后，吼啊。以前我嘛搁围起来，啊，我足奇怪，就是讲何志强，为甚物拢做这款代志？啊，你咧十三年来，你是咧创啥？逐件拢赶选举进程才要做这款代志。我啊 ，BRT 我今日才搁坐尔。BRT 你即摆目前你甲顶间有一条新闻，就是讲伊个系统出问题，啊，有一个姓廖的市民去投诉这个问题，啊，迄个细料就输啊。后尾啊，我只用退我40块，啊，剩迄些都给我钱啊。伊哩，我要讲的这三个例，就是讲，伊一直咧一寡代志做无好势，包括你即摆，比如你来咧占来迄一寡系统，基本你看有啥物拢无用好势，干基本干这个卡咧进出只了，嘛是足大问题。后尾我本来就是讲我用扣钱啊，结果我就是有一天去上伊的时。我周边足侪人拢往靠钱，我才去提出这个问题。哦啊，足奇怪，啊两个，一个是何志强，即马伊迄个，你来伫个什么路？南湖镇。开到三里啊，啊一个伫啊，啊拢要叫来问嘛，拢无爱插啦，啊无那个，我兼着无啊。哦啊，这是都是感觉一个情况无应该的，爱勇敢来接受市民的。莫讲挑战啦，市民有一寡疑问，你著爱来，你连要甲阮回答一下，无碍，拢要提示。安尼种人做，包括以后我想公选，我相信，即我一直认为，即个活动一定爱甲政府继续办的。毋知伊要甲阮回答几时？伊即因选举毋是讲四年，要到头啊就煞。结果你看，我是做到13年。有人迄天有人咧讲，啊，我即条吼，我做了17年，伊着做上久，我讲唔对啊。咱台湾做上久的行政首长叫做蒋介石，伊为1949年做到1974、1975年，拢做二十人。我即条过吼，伊连任17年嘛，还第二名。哦，啊，所以上简单，你等于像我是外县市来的，啊，我伫台湾伫台中生活20几年啊。但是真衰啦，13年拢在执政，所以你拄到做着物件，伊就是无爱甲你插面，啊，甲你讲一寡好听话，
啊，真侪真侪，真但是我嘛无，我落去理解讲，为什么真侪市民，每一时，但为什么伊就去投票转互伊，这是我无法落理解的所在。啊，我想，希望讲经由咱下岸，下岸甲像一个会探讨也好，会议论也好，对以后不管想做市长，咱拢有一个机制来问遮个要做市长的人，好，感谢。还有没有自我介绍的？大家好，我是于晨，是志工，然后刚刚从西屯塞车塞快一个小时才到中区，所以有点在开车的时候很暴怒，但是现在有点累这样子。大家明天记得去投票。大家好，我是 Ruby， 我是新竹人，只是在台中生活了十几年了，喜欢台中的地方，就这样，谢谢。还有大家好，我是慧明，那我是泽伟的志工，对。里面。大家好，我是嘉远，然后就是也是泽伟的志工，然后就这样，好。等一下再去掉。好，那个我们还是讲一下刚刚那个嘉威大哥讲的那个台湾文学馆，我们刚好就在那个地方，真的很好笑。我们想说啊，听说那里的一个完工典礼哈，那我就去看，想说看能不能顺便去呛一下我们的市长。结果去的时候发现，已经活动已经结束了，那我们以为是开幕啊，结果我们就问说，一去了一看。所有的东西都还是水泥，都还没铺上，那个表面都还没铺上去，然后都是裸露的水泥这样而已。那我们就问现场那个文化局的工作人员，他们说没有，今天不是开幕，他们讲一个名词，他们叫做这个叫做完工视察典礼。完工视察典礼，它是由副市长来视察一下完工的这样。那，好，我们还在里面的时候，想说哇，台中一个。有文学的地，文学气息的地方了，就有没有发现工人开始把那个围篱搬进来放好，然后就把它围起来，那我们一秒之间就在工地里面，还蛮有趣的哦。上一秒还是在台中文学馆，下一秒就是在工地了。我就靠腰，这到底写的创伤力啊？你会发现台中好像很多的建设就是这个样子，就在选前有这么多非常多的这种奇奇怪怪，还有。前阵子还有一个还有神冈那边一个公园，好像也是这样啊，神冈吗？仁爱公园，对，好像说也是开完动土还是动工，完工。还有你知道一个建案一个建设你可以先动土再动工，动工完还有不知道一开反正就可以。先掏几支柴就对了啦，动土就是铲那个土而已，然后还没开始做哦，开始吊车进来的时候那个叫做动工，开始做到最后，我们刚刚讲的完工视察，然后最后有完工，然后最后才是开幕，开幕完还可以有周年庆，哇，超棒的，可以一直剪柴，一直剪柴，不管说那么多干嘛，那我们就把那个今天来开始今天晚上的哲学星期五。今天要谈的所谓的市民觉醒，那让我把麦克风交给主持人。